哎，我们看好朋友到现场来，哪些好朋友到现场？哎，好多，好多朋友，欢迎各位，谢谢各位到现场来。想到要取叫阿亮，这个男子，那时候是看到那个电视上广告有一个灯泡纸，所以那亮嘛，所以我们就干脆取阿亮。阿亮的像发扬光大。哎，一共几个人？都是同学是不是？不是，都是朋友。哦，朋友啊，邻里这样子一起来是不是？哎，好。我们现在要玩这个海底捞月的游戏，能不能够把这个微波炉拿回去，就看你们了、哦。好，来，阿亮出去，起爆点准备好。哎呀，看到电灯泡，我还以为是我的偶像啊，崇拜。来，我们把四个颜色的球放进来，好，再加进三个白色的球，白色的球就没有。好，准备好了没有？请开始。好了。这位小姐，迷你瓦斯炉，意大利进口休闲鞋。好，这位小姐得到的是婴儿自动喂奶器，护肤礼盒，恭喜你。生小孩没？还没生小孩，当然没有生，可以给你，那以后啊，放着这样保值，好不好？以后生小孩还可以用，这样保险柜。对，好，谢谢两位，恭喜两位。又到了欢迎拳王的拳王的时间了。哎呀，今天的一个画面可能是历史上的一刻，历史上的今天。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，特别来宾，哎，张小燕，张永正神。很紧张哎，他就躲在后面很紧张，哎，心情有点紧张。还好我的身材还不错，可以保护小燕姐。哎，我架了半天这样，位置刚刚好。对对对，不过还好不是何笃林，人家只能碰到人家胸部这样。小燕姐，肚脐。哎，今天来待会我们就要跟他们一起这样比价拳的。对，还要跟我们比拳这样子。哎，还要划拳，划拳，还要做这么多事情，我要跟你划拳。哎，好，我们小燕姐要划什么拳？哎，我比较会超人拳，超人拳，超人拳，名字都忘了，名字都忘了，超人拳。哎，小歪哥，我想我就中国功夫拳好。中国功夫拳，朝南交给你，男的我朝南比较会功夫拳，我比较会功夫拳。他比较没有关系，阿亮，我跟阿亮。你跟阿亮啊？那我对朝南。哎，你跟朝南。如果我们赢了，会不会人家说我们欺负他们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不会。您是雇主持人。来，请你们先。我们俩先来。剪刀石头布，中国功夫我出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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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这是这个。好，这是这个。来，给你。中国功夫我出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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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你经过这么长的时间，已经是让他很久，给他很多次机会。不是，我本来预备跟阿亮去休息一下，你们玩一天再说吧。哎，这下来，我们狠啊！哎，小燕，小燕姐会吗？
阿亮，阿亮，我要是你的话，阿亮，我听说你不看到美女都会输的。好像是这样子，你验验看哈。所以你这样子赌的会不会太大了？阿亮压力很大。我变，我变，我变变变。小燕姐，这个你讲过了，看到美女了。不是，我想说一开始应该不会做这个吧？阿亮，你不承认小燕姐是美女是不是？小燕姐是美人啊，是美女，不算，来，不算，哎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剪刀石头布，我变，我变，我变变变。要变成什么样子了？哎呦，出钱的呢？哎哎，小巫婆婆，还有牛魔王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是谁输啊？你输，你们两个输，我们两个是不是？小巫婆婆、牛魔王，哎，蛮好的呢。好的，只要你敢来，好运跟着来。好彩龙，有看过。来宾突然比这第一组高两个头，哎呀，高太多，像个高塔一样重。哎，说我们摄影机还要突然这样往上再滑下来，这样子蛮难的。小燕姐没有用啊，换也没有用。好，来，我们来进行估价。哎，来看看今天估价物是什么东东呢？哎，这个呢是一个枕头，但是它扁扁的。要怎么去整呢？哎，那个可以架在脖子上，哎，然后吹气，吹气了，哎，来，这马上充气，那你可以站着睡、坐着睡、躺着睡，在车上、在飞机上，然后在任何地方，你都可以用这个枕头，然后靠在你的脖子上。阿亮缺氧吗？嗯、我先睡一回哈。不是不是，这不是这样用，这样靠在脖子上，靠在脖子上。哎，这样子，哎、欸，你这头就怎么歪都不会很酸，这样子。哎、欸，这个东西大概要多少钱呢？哎、欸，第一组，小姐要自己吹，对不对？对，要自己花力气吹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人工很大。一百块。好，第二组。150。150块。第三组。98。98。哎，第四组。151。151，哎，干嘛多这个一块呢？哎呦，运气人呢。哎，来看看，哎呦，果然是多一块的赢啦！哎，恭喜你两位，哎，全家乐，对，两个人是全家乐，啊，夫妻吗？不是，不是全家乐吧？那是兄妹、姐弟、母女，不是母子、父女。啊，姐弟，哎，来，灰兔赛跑，来，我们请就位，哎，来，姐弟一条心的，拿看看，嗯，好，我来，哎，要挥动大旗，哎，等我挥动大旗就开始往前跑哈，预备，开始，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五步。快看！快点！快点！哎呀！
下，连小朋友也不例外。哎，还有残亮晶晶的纸这样子，还咬一个奶嘴。哎，还有荔枝纸，哎，头发一样烫成爆炸头这样子。哎呀，每个人造型都很特殊。特别。好，赶快来看看这个估价物是什么呢？哎，哎呦，哎，是一个杯子。是一个杯子吗？这个杯子当然不是喽，我们是要来倒牛奶给他喝。哎，来，这是一个大瓶的牛奶。哎，打开它只有一句话。哎，好香好浓的味道。这是一个袋子，对，打开只有一句话，好香好浓的味道。哎，这个我们就要来猜这个可爱的牛奶背带。哎，可以这样子背，这样子背，这样都很可爱。这是背带。哎，背带，这个背带多少钱呢？哎，地主，一个背带哦。只猜背带啊。防水哦。他告诉我7800。啊啊，7800。700块，还是让你们再考虑一下。我们从地主来，啊，500块，500块，500块，第二组，450，450块，哎，第三组，399，哎，第四组，350，350块，哦，小朋友说几千块钱哦，哦，7800块，啊，7800块，那当然不是，哎，到底是多少钱呢？恭喜第一组！来恭喜小燕姐还有小歪哥。哎，以前都是看人家玩鸡手鸭脚，哎，报应来了，马上淋到自己头上。这不是规定多少年纪就不能参加了吗？啊，没有没有，大小都可以。没有没有，穿起来很漂亮。穿起来很漂亮。对，就走起来像牛角，很会说话。我想这两位走起来可能比较麻烦一点，哎，我们给我们加加油好不好？哎，对对对。哎哎哎！小歪哥先来，哎，对对对，走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上来比较难一点。哎，今天
恭喜恭喜，只要你敢来，好运跟着来。发财头，扭蛋头。亮亮相，一招半式闯天下。哎，花拳绣球时间，哎，赶快来欢迎我们的魏明哲。魏明哲，哎，来，来看看美女。美女拳王抱了这个拳王这个套，依然不为上，还是很轻。这个太重，要壮汉来。壮汉不行，我围就很漂亮。啊？我围起来一定很漂亮。围起来，围在这脸上刚刚好。当面具啊！哎呀，他现在已经连过两关了。哎，就是我们的奖金3000元。3000元。哎，如果继续再赢了今天这个关，就是到达5000元。5000元呢？哎呀，希望你能够获胜，好不好？5000元这边请大家吃一桌了。哦。来看看挑战者是谁？来，我们欢迎挑战者。耶！哎呀，非常有礼貌，鞠躬鞠尽的。哎，贵姓？毕俊秋。好，毕姓邱，姓毕，不是毕姓邱，邱先生。哎，在哪里工作？哎，可能是代书。哦，代书的工作。代书就代替别人来这边输拳。啊，不是啊，对，代替别人输，自己要赢。自己要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有信心。对。好，那我们先来选一个拳。选一个拳。哎，剪刀石头布上。好。布布布布布。布是什么拳？是什么拳？男女配。男女配拳。哎，好，来，请开始。哎，观众朋友，给他加油，好不好？加油。黑白翠哎呀，第一拳小输一拳。哎，这个我们魏免者赢了。哎，好，接下来魏免者要选哪个拳？进行石头。石头。石头。来看看。哎。哦，超人拳。嘿，超人拳，变变变变变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预备，开始。汽车、汽车美容保养礼盒，汽车百科杂志一年份，来，恭喜！哎，后面开了车子到处跑，哎，哦，谢谢。哎呀，这个男士，我们把他试戴下腰带来看一下，我看看戴起来漂不漂亮？哎呀，很威武，哎呀，威武的样子。好，哎，为拳王欢呼一下吧，哎。哎，还有架势，还这样子。厉害！今年贵庚？今年25岁，25岁划拳，看起来跟我很像，天天划拳这样。哎，那今天是不是他现在可以做到1000块钱？1000块。哎，愿不愿意再继续接受别人挑战？试看看，试看看，是不是？哎，好，谢谢。恭喜。